Elva 得怪病，萧亚轩心急难产，收狂粉死亡威胁。萧亚轩 Elva 上次公开露面已是去年八月的事，当时曾经稍微聊到暌违将近四年的新专辑一事，并声称去年年底一定会发片。但半年时间过去， Elva 势必要放粉丝鸽子了。关于新专辑，有一说 Elva 确实已经都录好歌了，只是后续相关作业一切都还在筹备当中，另有一说连一首都没，一纸歌是录好了，但 Elva 并不满意，所以不愿推出。总之新专辑进度严重落后，原本今年一月要拍的 MV 也延迟拍摄，加上连连取消演出，都让人感到 Elva 似乎出现了严重的状况，呈现人间蒸发的状态。